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今天我们做主线任务，死城，去找那个罗格，是之前强力银手的那个好朋友，一个女的。もちろん。ああ、俺が直接やる。哎，进去吧。这么顺利。不，就是你把我牵连进来的。还有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再说一次，小丫头，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，自己告诉自己。听好了，吃屎吧你！跟他做买卖，长点心眼。Rogue，我有事找你。放进来吧。我罗克老了很多。嗯，我应该不认识你。你是谁呀？我是 V。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呢，V？还真是他，这么多年了。操他妈的 Rogue，舒舒服服坐在来生的大沙发里。别跟他来虚的。那姑娘，她发什么火呢？你自己去问吧，他可能在店的某个角落里偷偷抹眼泪呢。我这里有活找你，查一个人。哦，Anders Hellman，一个有名的工程师，为荒坂工作。稍等，给我查查这个人，Anders Hellman。哼，谢谢。先别着急谢我，第一，我还没开价；第二和第三嘛，Dexter Deshawn，Jackie Wales，Tiba。这些名字听过吧？闹得挺大呀、啊！你走到哪儿，这人就死到哪儿。难道他们出门没看黄历吗？这小婊子还是跟以前一样厉害。你问他荒坂塔的事儿，问他我是怎么当着他的面被打死的。你不也害死了强？你真要我翻旧账吗，Rog？行啊，当年有个人死在了荒坂塔，就死在你面前。他叫 Johnny 银手。怎么样？是继续翻呢，还是聊正经的？你说，你还真有种，小伙子，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像你这样，但我喜欢。总之，我总说凭感觉办事儿，肯定要吃瘪。既然是生意，你找我帮忙，那就先把钱准备好。瞧见没？一万五，这些应该够了。嗯哼，明天再来吧，我们继续聊。去埋球。我等待，我在这边等一天。这么快？有兴趣接个活？我是来见 Rogue 的，我们约好了。哎，Rogue，我回来了。Hellman 怎么样了？两杯，这里。麻烦让一让。坐吧。你找到他了吗？你这么铁了心的人还挺少见的，这个人看来肯定很重要。事关生死，这话我倒很久没听过了。瓶子留下，来吧，别客气。祝你健康。也祝你健康，孩子，我看你用得着。谢谢 Nix。真想不到，她变成了来生的女王。这芯片给你，是情报，你会感兴趣的。她会帮我吗？我印象中的 Rogue 是个冷血的娘们，但一直都很相信直觉。我感觉这次，她认为你是认真的。那我们就看看。正式的对外名单上没有这个 Hellman， 但是嘛，前替的机密文件里倒是出现过他的名字。这是康陶的子公司，一家中国企业。康陶这几年都用这种方式做遮掩，用来处理一些敏感业务，能明白吗？能找到他？你觉得你能查到他吗？查到他的行踪这不难，
但要劫走他嘛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这个是康桃车队接下来护送路线的解密图。Hellman会在这些车里，对吧？但哪辆车呢？你仔细看看这辆车的配备，一辆单独的浮空车，没有地面支援，没有相关货单。奇怪。当然，这不稀奇。康桃想秘密运输某些黑户职员时，会用这种方法。但是，你看这车的运载数据，系统已经核准了，可重量非常轻，所以车上装的绝对不是货。哼，怎么？但你再看，这里是车上的乘客名单，康桃的安保，外加一个 VIP， 转自前厅。哼 ，Hellman， 这些就是好消息。有点意思。这些情报可都是顶级机密。你动动手指就拿到了。我清楚该看哪里，我也清楚什么才是重点。还有，我讨厌浪费时间，尤其是回答某些愚蠢问题。那坏消息是什么？坏消息呢，是运载点。看，这一片都是夜之城的领空，全部都是。嗯，看来想搞定这辆车很难不惊动 NCPD。而且这里离康桃实在太近，就算我们只是多打量这车几眼，他们的后援也会找上我们。但你看这里，杰克逊平原，一片狭长的走廊地带，既在夜之城外，康桃也鞭长莫及。今儿个算你走运了。盲区，那我就在这里动手。你得找一个当地人，一个能布置行动的人，和一个能搞定装备的人。这型号我熟悉，很不好追踪。战争期间总能看到他的经典款飞来飞去。他们车型虽然大，但速度极快，再加上搭载的次世代防御系统，正经火力都拿不下，更别说拿几把破枪乱突突。不需要太大火力，办法有很多，你需要的是一个搞得定的人，或是至少能随机应变的人。所以要本地人。你认识乡下佣兵吗？就认识一个 Hernan Palmer， 刚和自己人掰了，但无论如何他是个流浪者，对那片轻车熟路，他会帮你的。再说你也没得选。我没得选，这话算什么？你推荐的人听着也不靠谱啊。靠谱的我不是没有，是你未必请得起。我不是请不起，是 Hellman 这买卖我砸不起。你是老板，你看着办吧。我感觉不对。奇怪，流浪者不是一向不待见城市和城里人吗？那要看是哪个部族，看他们之间关系如何，以及摊上多大的事儿。不过你说的没错， Old Cardos 确实不愿意和城里人做买卖。 Panem 和他们闹矛盾了？对，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有矛盾。 Panem 为什么要帮我？我觉得这里有事儿，还不是小事。 Panem 呢，偶尔帮我送送货，上一次他的运气不太好。怎么叫不太好？活干砸了，自己的车和货也被吞了。 Panem 拼了命也会找回这个面子。这丫头我了解，她就这性格。这事儿我应该可以帮她，但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。没事，我知道。话说，那你怎么不跟 Panem 讲？你也要跟我玩猫抓耗子那一套吗？我的工作是当机会出现时发现她，并且抓住她。如果我把所有事情都跟她讲了，你猜她会做什么？保准抓起枪就要去拼命。结果如何显而易见。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好人因为单纯的蠢而送命。哼，所以他只能靠我，我呢也只能找他。我俩都是你 Rogue 的牵线木偶。学得还挺快的，小木偶。V 啊 V。好，那把你知道的告诉我。十几山，夜之城郊外的一个鬼镇， Panem 知道在哪儿。你要过去把货还有 Panem 的车都拿回来，当然先要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这就给你号码。所以怎么说，快点咱们走吧。明白了，谢谢。祝你好运。我要吐了，为什么不去医生？他们不容易追到这里来。哎，白嫩，我叫 V， 你电话是 Rogue 给的。真行，那个退伍老婊子又他妈想把我派哪儿去啊？
咱先不提 Rogue， 我是来帮你的。我谢谢你啊，但是没用了，太迟了。你给 Rogue 带句话，让他有多远滚多远。有牢骚跟别人发去，我说的是帮你拿回车和货，你有没有兴趣？还是说我也有多远滚多远？博尼塔街有个铁路货场，就靠近城边，在那里碰头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哦，他那个铁还有点距离啊。有时候车不太好操控，它那个地图太小了，不能提前看到转弯。就像这时候看到转弯的时候再转过去就来不及了。全力加速。对呀，我那辆车给撞飞了。紧好多了，车速要放慢下来啊！不要钻，错过了。从这边转，很容易错过转弯。这辆车倒是蛮快的。不理人。哎，是潘南吧？你是 V 吧？我车在哪儿？为什么要用你的车？用这车不行吗？这是借的，不是我自己的。我问你，我车呢？先答应帮我，然后再帮你找车。不，我他妈不！你他妈别想戏弄我，赶紧说，我车呢？哎，别激动，冷静好吗？我冷不冷静关你屁事。行吧，我知道你的车和货在哪儿，但你自己去肯定是不行的，搞不好还得把命给搭上。不如咱们坐下来好好聊聊。你要聊什么？我要劫走一个人，但他有公司的安保押送。不行，绑票的事我不干。再说了，没有人和装备，甭想动公司的车队。只是一辆浮空车，我打算在杰克逊平原动手。哼，操！事成之后，我会告诉你货的下落，还帮你抢货拿车。怎么样，干不干？我不确定。我靠！这个女的好凶。可以，但必须先拿回我的车廷威，否则干不了。说他在哪儿？我还以为那批货更重要呢。货算个屁，有了我的车，城里任何运输线我都能跑，没有他我也就只能送个外卖。车既然在石脊山，货那肯定也在，你知道怎么过去吧？操，那是你这个狗杂碎，我一定要弄死你。那是你哥们儿，然后摆了你一道。他才不是我哥们儿。行吧，那是搭档。算是前搭档吧，乱刀会耍了我，他黑了我的车，
估计现在要去石脊山销赃。黑我的东西，你他妈等着瞧！咱们走吧，去石脊山。等等，让我琢磨琢磨。操，干就干！我们得找个后援。去鬼镇的路上，我们先停一下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等我一下，我给客户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放那混蛋鸽子。哼，打算背着 Rogue 自己直接交易，趁你牛逼，要不然就是纯傻逼。嘿 ，Boss， 那是约你在石脊山出货，但你听我说，这批货是这狗杂碎黑我的。Boss， 我会亲自搞定的，拜托你给我个机会。拜托了 ，Boss， 我帮你送了多少次货了？每次我掉过链子，我保证天黑之后行啊，不，不要取消交易，你只要放鸽子就行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这不明摆着吗？当然我会的，谢了包子，我保证办妥。行了，我给咱们争取了点时间。你说你保证他就相信你了？不然呢？这就叫道上的信誉，你也应该多少积攒点。包子，丽景区的包子，没想到你居然为六街帮跑活。干嘛？犯法？当然不犯法，他们还死抱着新条旗和中西部核心价值观不放呢。说信奉也不至于，再说关我什么事？给钱多就够了。好了，现在去哪儿？阿德卡豆营地，先去见几个部族的老朋友。听上去你不是很开心啊？这不关你事。我那儿还有几个朋友。Rogue 提过他们，说你们几个意见合不来。切 ，Rogue 都说是了，那就是呗。不对吗？别找我不痛快。嗯，好吧。有点小误会，但他们还是自己人。看来关系挺复杂的。哼，是有一点。他们会帮忙吗？跟咱们去石脊山？但愿如此吧。好，咱们走。上车。车不错啊，空间很大，挺实用的。用你点评吗？闭嘴吧。你是真的好吃。营地离这儿远吗？就在城外，我们走九号公路，一直向东。你为什么会上这趟车啊？颜色我喜欢，另外空气清新剂和辅助坐垫也不错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车。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我本不打算让搭档黑了我的货再摆我一道，还是我的中间人让我看起来像个二逼？你怎么不说你呢？你为什么非要劫那个傻逼？因为那个傻逼有我要的情报，我必须尽快拿到。他就不能直接告诉我是那时干的吗 ？Rogue， 他有什么安排，我最好还是别打听。操，烦死那个老婊子！我跟你说，别再说 Rogue 了，你这么在乎他干嘛？没好处，谁在乎他？你不要受他的摆布，城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中间人。不受他摆布，那你怎么来了？至少我不会在背后逼逼他。你懂个屁，你完全不了解他。他告诉过你这事是他撮合我和纳什干的吗？他是不是也忘了告诉你纳什是乱刀会的人？等等，纳什是乱刀会的？对，他跟夜有鬼的，这片最大的乱刀会堂口，你应该听说过吧。哼，都是流浪者赶出去的人。对，大多都是流浪者，不随便赶人出去，赶的都是杀人犯、强奸犯和变态狂。他们随后会聚在一起，再弄个帮派，里面都是被通缉的，脑袋挂着赏金的那种。我操！哼 ，Rogue 就给我安排这种人渣。也许 Rogue 不知道他的事儿。你可别逗了，这帮干中间人的手眼通天，没准现在咱们议论他什么，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我和纳什都上了他的套，被他玩了，我敢肯定。Rogue 就是个老贱逼，没什么好说的。
哟，是什么风把大人物吹回来了？这是人还是鬼呀？要不就是我还没醒酒。去你妈的！喂，这个又是哪位啊？我的保姆。喂，这是蝎子，还有 Mitch， 两个老朋友。哎，大家好。哎，城里妹子，怎么来咱这个穷地方了？看来大城市也装不下他了。你想过没？老头子要是看见你回来，得气成什么样？我就待一会儿，马上就走，做不会知道的。海南，没时间了，走吧。我知道，乱刀会是怎么对我的，我就要怎么还回来。但我需要你们帮我，一起来吧，我们四个人，干翻他们。咱们的关系没话说，但是现在就难了。说正经的，帮还是不帮？老头子让我们老实待着，平时呢去收收电池坏掉的发电机什么的。发电机？就他妈因为几个破发电机？你们俩逗我吧！真的需要你们出手相助。这次真不行，营地需要我们。操！我信你个鬼！是不是揍不让你们插手的？你们还当我是自己人吗？啊！海南。这和骚无关，我说的是部族的事，你别乱咬。听我说，我们不能离开营地，绝对不行。但是，骚倒是没说过不能拿装备。行，好吧，那我要你的步枪，然后我拿我的其他装备。想拿什么随便拿，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嗯，好，谢了，哥们儿，我拿完装备就走，不碍你们的眼了。他们觉得咱们是一起的。嗯哼，你失望了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有一点。对。嘿，潘南，打算回来住一阵子？不，我待一会儿就走，咱们下次聊。嘿，潘南。你带了个新人来，所有知道这事吗？关你什么事，朋友？哦，他这个枪有点厉害。帮我拿一下这个。里面是什么？杂七杂八，能派上用场，拿着吧。行了，东西都齐了，我们走吧。跟骚的事情解决了，要回来了。海南，一会儿过来坐坐啊，宝贝儿。下次吧，艾莉，我保证。快点走，走的这么慢。那我走了。啊。去吧，东西放车里，有空打电话。你可要看好了，特比。可以走了，上车。石脊山你熟吗？我听说就是个郊区中间的破镇子，那儿的人要么搬去了夜之城，要么就逃走了。那你也知道的差不多了，他们本来是想在那片盖个新的外延城，发展一下新生活，至少不用天天吃土。当然这事儿黄了。这里有多少个鬼镇？几百个？全国吗？几千个。前几天我开车去过，走的 I-80， 等太阳下山，周围安静后，你靠边停车，听声音就知道到了。什么声音？风吹过木板窗的呱嗒呱嗒声，草团滚过干燥沙地的沙沙声。镇子就是这样荒废的，没有轰然倒塌，只有低声哀鸣和呜咽。刚刚那两人参过军？蝎子和 Mitch， 对，开装甲车的，上次战争的时候干过雇佣兵。战车小子？他们会开大型运输机？
蝎子会开，一直负责安保。对，给他们装了特别牛逼的植入体，但也摊上了特别傻逼的糟烂事儿。Mitch 和蝎子对你挺够意思的。一个小姑娘能交到的最好的朋友了。我是他们，我也不会离开营地，留下弄他们发电机。不过不足确实高于一切。可我不属于那里。他们还是把你当自己人，很关心你。嗯。你还有什么亲近的人吗？现在嘛，没有。不过这种事儿还不是迟早的。得了吧。看来你跟大人物们的关系很差啊。什么 ？Rogue 还有 Saul， 他是你首领吗？他们的首领。我看你没待多久就急忙忙出来了。要是 Saul 看见我，不会有好脸色的。怎么了你们？我们之所以搬来加州，是他承诺要改变 All the Cuddles， 给大家一片生活的乐土。但是你也看见了，除了沙堆上的几顶帐篷，什么也没有。乐土，乐土个屁！我想做点改变，但 Saul 就是个没种的懦夫，我话撂着，指望他，部落肯定完蛋。OK， 我们到了。要干什么？准备迎接乱刀会，但是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必须随机应变。先去侦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趁手的东西。区域的设备，啥设备啊？这个，这个，还有啥？这个，世纪山真是彻底没戏了，什么都是坏的，没一样能用。怎么样，找到什么了吗？没戏，所有东西都打不开，全断了。那我们就修好他们，乱刀会天黑之后来，我们给他们来个惊喜。眼下只要先弄点电就行了，去变电站看看吧。好吧。扫描变电站，在那边。找到断路器了，但里面没电。不用担心，下来吧，我知道怎么吓他们一跳了。我想想，变电所的变压器给交叉路口供电，对吧？房顶上有开关装置，去把它打开，这里就会像圣诞节一样透亮，明白了吗？调虎离山啊，经典套路，调虎离山计，你懂的。第一，我们不知道对方会来多少人，但我猜来的人不会少。第二，我们需要杀出一条路靠近我的车，如果敌人扎堆，那我们死定了。给他们在交叉路口来个灯光秀。没错，咱们给这个鬼城添点人气吧。他们一看到灯光肯定要过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有创意。没错，我们先把下面的控制终端打开，不然房顶上的开关板就是一堆废铁。来吧，我们用汽车的蓄电池打火，这个办法应该可以。你在变电站那里等我，我去附近找台车。它好慢。控制板看起来还能用，我做个旁路通道连到电源上，应该就能恢复供电。只要能发动起来，后备箱里有跨接电缆，
我们用汽车的蓄电池打火。要我干嘛？红线连好了，等我一下，让我把这边都给接好。都好了，喂，你连另一条线。成功了，这破车也算是派上用场了。OK， 我这边有电了，把里面的终端打开，屋里有电了以后，你就去房顶。明白。我在塔顶埋伏，这样整个交叉路口都被我们覆盖了。你等我发信号，然后立刻把开关打开，明白吗？遵命，女士。开关柜已经有电了。前往屋顶，跳上去。现在等他们来。记住，他们一露面，你立刻就给电。乱刀会的人会从哪边来？我猜东北方向，这辈子也修不完的公路那里。明白，掩护我，以防万一。没问题。看见了，我又不瞎。咱们出其不意干掉他们，我们悄悄地做，一旦出事，我就动手干掉他们，如何？可以，同意。这么多人，混蛋跑哪儿去了？你在这等着，快做好准备。好戏要开场了，动手！要有光。你过去拿芯片，在司机手里。这样是个姑娘，国际钢头。五颜六色的机关子。有可能是圈套。哦，那个。边边角角都别漏了。我去里面，一看到人了就呼我。把里面的电源关掉就行了。这么多人，你拿着我的刀吗？你觉得他们会拿完东西就走这么简单？我怎么也能进？我操！我掩护你，咱们把他们一个个都干掉。
起开，让我来开。开车，让他开。你看你能不能别墨迹了？看把你急的那样。我还不想开车。终于。怎么样，我的车如何？不错，的确是极品，难怪你拼了命也要抢回来。这才是我的完全体。怎么样，梅歇斯和 Mitch 咱们也搞定了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还没完。没完？货你拿到了，车你也拿到了，但我还没干掉纳什。这狗日的没来石景山，他缩了。那我全部都已经计划好了。我不管你在打什么小算盘，原计划是拿到车和货，现在东西到手了，六阶帮也在等我们的消息。我操，你能不能先听我说？我知道这帮杂碎躲在哪里，我们走附近那条没修完的废弃公路，咱们过去绝对能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。好吧，好吧。他们躲哪儿了？不远，拐个弯就到了。谢谢你 V， 那是这个混蛋，我相信过他。我离开奥德卡多斯来了夜之城之后，他是我的第一个合作伙伴，真是好心换了驴肝肺。我懂，曾经也有人像这样背叛过我，说真的我很理解你。那你找他们报仇了吗？没赶上，有人在我之前把他们给做了。如果没人抢先，你是不是照样会报仇？这是自然，想都不用想。那咱们把这事办了。怎么搞定他？在一个山洞里啊。
上来。艾柔，你之前说什么来着？小丫头，你要学会自己擦屁股。那是死了，屁股擦干净了，你高兴吗？那六间房的货呢？反正那事是送不了了。不过你要是好好求求我，没准我会帮你。帮我？我的钱早到手了，小丫头。不过我还是很感动，以为你光顾着报仇，把要办的正事都给忘了。操！咱们离开这里吧。真是个刻薄冷血的婊子，若不这些年居然变成这样了。你说他以前是个温柔妩媚的人？怎么可能，不过当年他可比现在好相处多了。按我的意思，就该好好敲打敲打他才行。艾伯特，货我拿到了。不用太着急，没事，咱们见面说。日落旅馆，我知道你不开玩笑，我百分百一定到。OK， 见面的事安排好了，咱们把这单结了，就去办你的 Hellman， 怎么样？六街帮不会搞什么幺蛾子吧？我以前就给他们开车送货，从没出过什么乱子。生意上的事，他们会掂量掂量的。日落旅馆什么地方？汽车旅馆，离这儿不远，很安全。有点意思。他们到了，我来跟他们聊。你感觉不对？不会，暂时没有这种预感。嗨 ，Buzz。嘿 ，Panem， 那是人呢。怎么没见他接我电话？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浪费时间给一个死鬼打电话。你可真带种，小丫头。我呢？这是谁呀？买一送一吗？我们是搭档。小丫头换搭档比换衣服还勤。这是你的货 ，AA 加。嗯。所以都没问题了是吧？过会儿查查户头，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一大笔。合作愉快，不过我怎么记得应该是肉哥付钱呢？你活干得好，赏你的小费。咱们闪了。还挺顺的。走吧，咱们喝一杯去。乱刀会除掉了，六杰帮很开心。Pan and Palmer 度过了美好的一天。今天可还没过呢，想惹我发火，你还有时间。我要吐了。他一段时间就会来一下。嗨，这是新买卖还是新朋友呀？你随便猜。你这没什么事儿吧？那些人渣又来了吗？乱刀会，没有，挺平静的。不过肯定会回来的。没事儿，反正事的多了不咬。你要来点什么？啤酒，两瓶。话说，给六街帮这包裹里装的什么？你没看一眼吗？巴洛派醇，这边的赛博疯子们都用这个。他们卖这个？对，卖给黑诊所啊、一体医生啊什么的。来吧，你的车，这杯酒敬你的爱车。真的谢了，敬你搭档。
这么猛。再给我来一瓶。谢了诺。不用谢，还想要些什么就叫我。话说你考虑过回 Outcados 吗？我不是说现在，是也许以后。我还不知道，从一方面说我不认识任何部落之外的人，靠，我也没过过其他生活。但另一方面呢，离开我的部落我又是谁？如果留在夜之城我又会变成谁？你可以和我一样重新开始生活。就说眼前我总是被弄得没有退路。你说的是 Rogue 吗？不是他，不过他也算一个。喂，你觉得我也能和他重新开始吗？他只会把宝压在对的人身上，我相信你会成功的。乱刀会的事就这么了了？不，哪可能，他们就和蟑螂一样，杀也杀不干净。不过暂时应该没事了，他们想要卷土重来还得再缓一阵子。好吧，该研究研究咱们自己的事儿了。 Hillman 那边你有什么计划？还没想好，我现在有个想法，但还只有个大概，得再琢磨琢磨，然后咱们再细聊。我认为咱们最好在这儿开个房，暂时先住下，我们半夜才开工，这样省得被人看见，你说呢？开一间吧。要不就开一间吧。好主意。诺瓦这里的房都是双人标间，挺好，省钱了。两张凳。行行，我不逼你，去开房间吧。诺瓦，给我开间房，要双人标间，就住今晚。我得去眯一会儿。我感觉压力已经比之前小多了，估计我一会儿沾枕头就能睡着了。你最好也去睡一会儿，要知道这仅仅是开始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就算过了，真的吗？我叫 Dakota Smith， 如果你想在这儿找活干，尽管来找我就对。叫我 V， 谢谢你的情报。我们这儿规矩和外头不一样，你机灵点。执行任务。他人呢？要我帮忙吗？不，不用你帮忙，我这马上就好了。乱刀会把他搞得一团糟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挺好的。那你呢？休息得好吗？你应该是做噩梦了，尖叫过好几次。是吗？别担心，这种事我都习惯了。蜜池和蝎子从战场回来之后一直就这样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持续了好几个月。早晚都会过去，时间问题。但愿如此吧。拦截 Hillman 那件事你想到办法了吗？有的，我的确想到了。看这里。OK， 跟我说说。我们相当于扳手，切割机是浮空车，至于螺丝刀，就是浮空车落地后前锥吃土的位置。你特好奇这句话怎么执行吧？
该不会是靠你那把重机枪？我的枪留着下次出场吧，这样的口径没法击穿这种重型单位的装甲，咱们得用其他办法。看，就是这老虎钳，它代表一座卫星能量发电站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打下浮空车？因为一旦它着陆，我们就要迅速定位，搞定你要找的人，越快越好。那里的地貌是典型的加利福尼亚沙漠，干燥空旷，一望无垠，他们到时候都是活靶子。等等，再确认一下，扳手是我们的车对吧？嗯，切割机代表浮空车，螺丝刀这儿就是浮空车被迫着陆的地方，老虎钳代表卫星能量发电站，我们就用它迫使浮空车着陆。发电站，等等，你不会是想用 EMP 吧？答对了。怎么用？敲几行代码可弄不了这么大动静。要跟我赌吗？我们进入电力收集单元，黑掉并覆盖原本的控制项，解除所有限制。一旦浮空车进入射程，我们就发射电磁脉冲，这样浮空车的整个系统都会当。然后导航系统、驱动，还有通讯系统，所有设备瞬间失联，他们连反应的余地都没有。你是不是太想当然了？还不确定浮空车是否会经过发电站呢？是无法确定，但车经不经过发电站并不重要，等着瞧吧。这次行动注定不会顺风顺水，但你不会后悔的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记住 ，Hellman 我要抓活的，别连人带车一块炸烂了，懂吗？我知道，但愿他安全带扣得够紧。这个主意要是成了，他免不了得吃点苦。好，那就开工吧。好极了，上车，天太冷了。 OK， 那这一期视频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